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，合不合得来呀？哎，那个弄个钱太甜了，哎，中午下班了，这两天天气好大哟，我们农民工也没得啥子高温补贴，如果说像我们在工地上普通劳动者能享受到那种待遇就好了。一看现在那段时间嘛，全国各地都是高温哈，多少都在发放那个高温津贴，我们工地上的工人就没得。看嘛，今天手机上的温度都是40度，实际怕不止40度，大家说会不会高一点呢？以前我们那两天住外墙那个吊栏里面嘛，上午下午都要晒，那没得法哈，就用那个太阳网把那个旁边啊把它遮起来。遮起来呀就要好点点，那不遮的话真的是像那个太阳硬打石块的晒的话，一块那个太阳那真的遭不住哎。弄大的太阳你钢管都跑摸都要躺起锅子跑，那吊链上面就打的那太阳网。你们切得了切完切完一百块哟。这两天天气太热了，今天中午切了个红糖玉米馒头哈，还有棒子骨当点卤肉汤。好，好多菇呀，好，我们的工地上多少像你这样都是带的馒头啊稀饭那些，简单切一下吧。那是一块生姜切不了，会辣的。那卤肉汤开头是清的，那儿全部是干的了，这是个道理哈，他那个卤汁还没煮的像汤嫩呢。切罢了，在那个沙沟上来睡一下，那沙是湿的嘛，很多凉快些哈。哎呀，那个水线好臭哦，那个大热天不穿那个水线又不行哈，像我们住吊栏分阳台就要穿那个水线，穿那个帆布胶鞋的话你脚都可以扎烂完。
哎呀，那娃子几天都没洗了。我们工地上就是这样，搭个支杆或者木板铺在地上就可以睡了。前天中午睡上半个小时哈，下午做活路才有精神了。大家有没得睡午觉的习惯呢？